选战倒数30天，民进党现在是全体总动员来冲刺选情。台北市立委参选人谢佩芬今天就找来了党内议员颜若芳还有林亮君一同守街备票，展现了绿营大团结。至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预计展开2次的环台之旅，到各地拉台选情，希望能保住国会过半优势。 拉着支持者一起高喊动算，民进党台北市立委参选人谢佩芬大打陆战，党内议员颜若芳、林亮君都来到滨江市场帮忙扫街拜票。我从参选的隔天，马上就开始站路口，我的对手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不停的在喷口水，在骂人。那选战进入倒数的时刻，我想他也感受到选民大家对他的不满，以及他在地方的仇恨值相当的高。谢佩芬挑战国民党 立委王宏威力求翻转传统蓝营铁票仓，民进党则全体总动员重选情。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还打算再度启动环台行程。环岛拼图我们是有在作业当中，21、22、23、24有4天的全国会在各个县市从宜兰出发，美德印台湾，台湾印美德这个字在各个县市排开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自从参选后，补选列车开不停，已经环岛4圈。 如今选战进入倒数1个月，赖清德预计再展开2次环台之旅，拉台选情。而民进党内也评估，目前立委选情乐观，有机会保住国会过半优势。特别是民进党为了冲刺政党票，举办抢救王一川大兵活动，在全台引起热烈回响。我当年做兵的时候就是安尼，你做兵的时候，你今摆嘛才会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妍凤拿出 AI 生成的特种部队造型，让台北市立委参选人王世坚笑得合不拢嘴。 2024选战将近，赖清德作为领头羊，带领党内向前冲，期待延续完全执政。记者陈瑞祥、赵荣轩台北采访报道。